蛇呀，实验开始了。上一次睡觉是什么时候来的？看来我们都很闲呢。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坐坐完之后可以休假吗？啊，实验数据回头交给特莱因整理吧。什么时候来的？让我们开始吧。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从这里到那里，让我们开始吧。去抓住他们吧。姐姐，阿山饿得走不动了，要不我还是不和你们去玩了。姐姐，谢谢德丽莎姐姐，我这就去拿阿山的伙食费给你们。不用了，阿缪，阿山在家也听话，这就当是我奖励给他的吧。哎，真的可以吗？快去喂给阿山吃吧，吃完我们一起去大飞船上玩。不过我还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会哄小孩子开心。这不过是工作中所必须的本领罢了。虽然嘴上这么说，但被孩子们喜欢的感觉还是挺开心的吧。只是我之前一直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不觉得开心或不开心是属于工作中的内容。毕竟我是个仿生人嘛，工作起来确实没有普通人那么辛苦和疲惫。可像这样和德丽莎大人一起行动，帮助别人，却不知不觉让我感到一切体验都十分新鲜。说不定这说明你喜欢起自己的工作了哟。喜欢？可工作不就是不管喜欢或不喜欢都要完成的东西吗？这
道理上好像是这样没错了。但如果真的有很多选择摆在琥珀面前，你心中也总会有一个最喜欢的吧。很多工作摆在面前吗？那应该通过加班的方式把他们全部做好才对吧？不是的，是很多选择，非强制性的选择。换言之，就是彼此不同的人生道路。如果琥珀，你最终能从中选择一条自己最喜欢的道路，那就意味着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人生。我似乎多少理解了德丽莎大人的意思。琥珀姐姐，德丽莎姐姐，阿山吃饱了，我们可以走了。好，那就向着大飞船出发。出发！出发。这里到那里，就当作是散步好了。从这里到那里，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该我上了，德丽莎大人。这里是，哎，怎么不知不觉走到修伯利安这边来了？德丽莎女士，是需要回来取什么东西吗？哦，琥珀女士，你好。爱因斯坦博士，干站在这里也不是个事儿，要进来喝杯咖啡提提神吗？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琥珀是仿生人，咖啡因对提神的帮助也十分有限。这样啊，真遗憾。我这人不喜欢绕弯子，我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德丽莎女士，有件事我必须要说清楚。我们现在同奥托正处于敌对状态，而琥珀至少在昨天还属于他的心腹。我不是对具体的个人有什么意见，不过你知道，我必须保证修伯利安大家的安全不会受到威胁。博士，我理解你的担忧，但我也有自己的考量。首先，对于现在的奥托来说，他不至于用这种周折的方式来干扰我们的行动，
而且琥珀他也的确在帮助我疏散群众。我们现在缺少人手，而我本身也会和琥珀一起行动，所以在安全问题上，博士请放心。当然，我知道伤痛需要时间去治愈，信任需要慢慢去积累，但现在琥珀想帮忙的话，我们也应该给予他这个机会。我知道了，特斯拉博士在干扰装置的设立上刚好遇到了些问题，你们说不定可以去帮帮他。好的，我们这就过去。琥珀小姐，有什么吩咐，爱因斯坦博士？我不会把奥托做的那些事怪罪到你的头上，但我也不可能在记忆中将那些事一笔勾销。我明白。如果今后我们将作为同伴去开辟新的道路，那么请不要忘记，真诚和坦荡是建立起一切人际信任的基础。我记住了，爱因斯坦博士。我帮你们在地图上标记出特斯拉博士现在的位置吧，你们要小心，他的脾气在设备状态不良时尤其的坏。哎呀，轮到我了。去抓住他们吧。让我们开始吧。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特斯拉博士，听说你在这里遇到了些麻烦。哼，这该死的破玩意儿也太难伺候了，稍微替换了个零件就现场玩起了罢工。咦，这不是琥珀小姐吗？琥珀？你好，特斯拉博士。好了好了，既来之则安之，过来给我搭把手吧。吃惊什么呀？你那一副想让我对你发脾气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啊？别想那么多了，干活要紧。啊，好。我想说的鸡窝头恐怕都已经帮我说过了，他脾气好，意思表达的也肯定比我更清楚一些。
总之，我也不是喜欢吵架的。既然以后大家有可能是同事，甚至同伴，还是从现在开始就和睦一点的好。我明白了，特斯拉博士。请问具体是哪里出了问题？这玩意儿有个关键零件不见了，可能是在搬运或者拼装途中搞丢的，现在也一下子找不到适配的。可以让我看看吗？看吧。这里原本改装利用的是 RD171 型火箭发动机的涡轮叶片，对吗？嘿呦，看不出来你还挺懂行的嘛。那这样说来，特斯拉博士说的对，这种零件非常稀有，如果没有适配的型号，就算是我也很难修好。就算是谁也修不好，缺了就是缺了，现在恐怕只能沿路看看掉在哪儿了才行。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哎呀，轮到我了。这个需求做完之后，哎，休假了。从这里到那里，
让我们开始吧。啊，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置业换线，急如雷电。哎呀，轮到我了。这里到那里，就当作是散步好了。最近加班太多了吗？去抓住他们吧。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你明白吗？啊，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就当作是散步好了。此即为封神之刻。你是在担心我吗？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让我们开始吧。
好困，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你明白吗？这里到那里，去抓住他们吧。数据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吧。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从这里到那里，让我们开始吧。嗯，怎么了？没看见我在忙吗？啊，就是这个，你们居然真的找到了。应该说是运气好吧。怎么样，装置现在可以运行起来了吗？嗯，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接下来只要把这个原装部件装进去就好了。那太好了，谢谢你德丽莎，帮大忙了。也谢谢你琥珀，这是我应该做的。好了好了，你们一个两个围着我跟看猴子一样，根本集中不了注意力，麻烦你们站远点，我自己来修它就行了。啊，抱歉，我明白了。你别在意，
博士他和谁说话都是那个样子，虽然听着不太舒服，但其实根本没有恶意的。果然是这样的。是啊，所以你也不用过分拘谨，就像爱因斯坦博士说的，只要坦诚相待的话，大家一定会成为同伴的。坦诚相待，不是像奥托大人那样单方面的坦诚，而是一种为了信任和理解而使用的沟通方式。琥珀，你也一定可以融入的。我知道你也有着一颗不输给任何人的善解人意的心。谢谢你，德丽莎大人。哎呀，轮到我了。从这里到那里，去抓住他们吧。Thank you.
谁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你明白吗？从这里到那里，哼，就当作是散步好了。这里到那里，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就当作是散步好了。去抓住他们吧。这里到那里，好困，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Thank you.
数据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吧。小白鼠们急如雷电，战力吧，圣才之雷耶，圣才之雷现身吧，枝叶幻现，急如雷电，绝不放过一个敌人。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做客吗？Thank you.
让我们开始吧。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啊，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从这里，可不要逃走啊！数据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吧。让我们开始吧。从这里到那里，让我们开始吧。就当作是散步好了。
们，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蛇要来把你吃掉。急如雷电。这里吧。影之鸭，渴求幽夜。圣财之雷。来被我吃掉吧。换线，你是在担心我吗？从这里到那里，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动力来的。急如雷电。这里吧，圣财之雷，圣财之雷，以断罪之名，急如雷电，给我，来被我吃掉吧。好了。
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你明白吗？让我们开始吧。啊，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数据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吧。从这里到那里，嘿嘿，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
圣才之雷，耶！巨叶幻现，圣才之雷。从这里到那里，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去抓住他们吧。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你明白吗？从这里到那里，啊，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让我们开始吧。让我们开始吧。
到那里。啊，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该我上了。唉，怎么办呢？你们刚才说问题分别出在魂钢造成的数据偏差以及野外信息无法采集，对吧？没错，的确是这样。那不如这样吧，据我所知，这些是奥托大人专用魂钢的独有参数，用它们或许可以特事特办地推测出系统性误差的鲜艳分布。这样一来，常规的统计学方法就有了用武之地，让这次采集到的脏数据也能为你的研究所用。至于野外信息的采集问题，不如您和我们一起行动如何？我们正在四处巡逻，足迹应该能覆盖到绝大多数的地域。好厉害！有了这些数据和计算方法后，我的这份报告说不定真能如期完成了。啊，但是让二位大人专门为我们提供护卫，这种事情还是太不合规定了，要不还是我们自己努努力吧。请放心，这没有什么。这周围现在并不安全，早些取得想要的数据和信息，你们也能早些完成工作。这确实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放心交给我们吧，没问题的。你在这里照顾好自己，我们带着他去就回。这里到那里，
开始吧。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啊，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看来我们都很闲呢，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做的吗？急如雷电，这里吧，圣财之雷。圣财之雷，可能会有点疼啊。急如雷电，换线，一刀了断，不用管我，开始行动。走吧。没错，琥珀大人，这就是清单上的最后一样物件了。能顺利找到真是太好了。琥珀，你真的很厉害啊。是吗？那当然了，对现场的情况判断能力，对专业事务的分析能力，人员的安排与统筹能力。这些都是琥珀你的过人之处。不如说，天命总部应该早就离不开你了。德丽莎大人，这么说也太夸张了吧。这一点也不夸张。事实上，琥珀你不也是在奥托消失的这几个月里，独自担当起了处理天命事务纪要的重任吗？可那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事，熟门熟路而已，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琥珀，你只是还没意识到自己有多厉害罢了。如果一个人知道有什么事是只有他自己才能做到的，那么他也就自然会意识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又究竟是什么。
虽然这两种事往往并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他们之间的确很奇妙地具备这种关联。好了，站在这聊天也不是个事儿，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和另一名研究员会合吧。没问题，德丽莎大人。你就位。沙溢不断从空气中传来。我们回来了，你这边也准备好撤离了吗？啊，德丽莎大人，琥珀大人，不瞒您说，趁着刚才的空隙，我这边也刚好做了些演算。啊，结果怎么样？和琥珀大人预想的一样，那个方法的确可以帮助这批数据排除掉魂钢的影响，真是太感谢了。能帮到你就好，不过提交报告的时候还是要对这一次的数据做出特殊标记，写明原因，方便日后复查。放心，我会好好监督他的。要不是有琥珀大人帮忙，我们今天恐怕就要白忙活一场了。果然和研究部的前辈们说的一样，琥珀大人既温柔又可靠。哎，这说的是我。是啊，虽然平时看琥珀大人挺严肃的，但大家都说琥珀大人不仅能一眼指出报告中的纰漏，还会热心指导研究的进程。我只是想把工作做到最好而已。就是您这种追求极致的精神，才让研究部的大家都向往着有一天能成为和您一样厉害的人。和我一样厉害？看我说什么来着，琥珀，你只是不知道自己的特殊之处罢了。在他们眼中，你早就已经是个令人向往的领导者了。谢谢你们。你哪的话，我们才应该谢谢德丽莎大人和琥珀大人。好了，既然报告已经有了眉目，你们就抓紧时间离开这里吧，这周遭如今的环境毕竟不是你们的久留之地。明白了，德丽莎大人和琥珀大人也请小心。琥珀大人，我们研究所再见。怎么样，琥珀，这算不算很特别的体验呢？
怎么说呢？看到自己在别人眼中不太一样的感觉，很奇妙。让我有点想去其他地方多看一看。那么，就让我们赶快去下一个地方吧。好。你就位。将我的剑化作雷光，开始行动。德丽莎大人。嗯，什么事？琥珀，我思考了一下您之前说的关于同伴，关于坦诚相待，关于自己的路。怎么样，有什么想法吗？我认为我有件事应该告诉德丽莎大人您。什么事？是关于奥托主教的事。哎，虽然奥托主教已经将自己的计划几乎全盘告知了你们，但一些细节他其实还有所隐瞒。是关于什么的细节？说实话，德丽莎大人，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做究竟对还是不对。在主教大人还未完全卸任的当下，我自己到底是应该继续履行自己从前的职责，还是应该提醒修伯利安的大家？琥珀，没关系的。德丽莎大人，琥珀，按你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就好，没必要勉强自己。我们不会逼迫你说出任何事，那是对待犯人，而不是对待同伴的做法。而且，不管怎样，我们都会阻止奥托的，我们所有人一起。那么，德丽莎大人，我这样和您说吧，我建议修伯利安的大家进行一次针对约束之律者全能的对抗实验。走吧。杀意不断从空气中传来。开始行动。将我的剑化作雷光。针对约束之律者全能的对抗实验。
没错，我在观察斯巴达克系统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系统的原理实际上是类似于用两种相同的力量进行抵消作业。是的，可是为什么会因此想到前文明记载中的约束之律者呢？其实，在很早以前，奥托大人就有一个猜想。在律者不断进化，律者全能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他们的性质也会发生改变。由简单的自然现象，渐渐变为更接近立场概念的全能。你是指这一点吗？没错，立场虽然比起自然现象能做到更多的事，但理论上也能通过波动力学的方法相互抵消。简单来说，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和一加负一等于零的区别。但那也只是一个猜想而已。那么问题又回来了，这和建议我们进行针对约束之律者全能的对抗实验有什么迫切的关联呢？难道说奥托其实已经掌握了约束之律者的全能吗？这是如何办到的？他究竟……这个我、哦、抱歉，是我逼问得太紧了。德丽莎女士，对琥珀的这个建议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对于奥托现在的底牌我们知之甚少，虚空万藏在过去也拟太过犹大的誓约，我们的确需要准备一些对策。从结论来说，我认为大家有必要认真尝试一下琥珀所提议的实验，尤其是我自己。可是德丽莎大人，约束之律者的全能对您的身体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这个实验是否应该由其他人？这点你就放心吧，琥珀。自第二次崩坏以来，我做了许多掌控神恩结界的针对性训练。况且，如果只是模拟，我们并不需要完全开启神之剑的地灵额定功率。你有什么好办法吗？以实验而言，我认为自己能够同时操纵两根犹大的锁链，使他们不断释放波动状态彼此不同的约束全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在多种数据的支持下进行比对、类推，最终得出一个普遍而适用的结论。
的确是个可行的想法。那么也有劳博士进行实验准备和数据分析了。没问题，但如果现在就要进行这样的实验，修伯利安上可能暂时缺了一些必要的东西。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尝试收集。把后面的这部分交给特斯拉，他会明白我想要什么。另外，你们最好把长光也找来，这种具有挑战性的实验，我们人手越多越好。好的，我们这就去。啊，对了，琥珀小姐，我在。谢谢你的建议。走吧，琥珀，我们抓紧时间。好的，德丽莎大人。以前也和他一起来过这里。走吧。绝不放过一个敌人。特斯拉博士。啊，干嘛？我还在忙着呢。我们需要进行针对约束之律者全能的对抗实验。约束什么？你们是闲得慌了吗？怎么突然要干这个？这是震荡的立场抵消新的平衡。好吧，这的确有点意思。那么博士，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吗？不，现在的关键其实是差一个测量仪。测量仪？崩坏能的测量仪吗？没错，需要一个足够精准的测量仪才能导出实验室产生的数据。那个鸡窝头本来是想让我给你们一个的，但不巧的是我刚才把它给拆了。开了啊，因为他身上有我需要的零件嘛。谁知道我前脚刚拆完，你们后脚就来了。那玩意儿本是用来测微量的崩坏能变化，一般来讲还真没什么大用。哪有那么简单？再说了，拼回去了，我这个装置怎么办？好不容易才让它运行起来的。哎，看来是不能拆东墙补西墙了。你就问。
让我们开始吧。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高强度挡板，压电单筋，永磁体。博士所需要的那些东西，能够在这附近找到吗？或许可以，不过从找东西的范围上来说，可能有些太广了。怎么办，德丽莎大人？可是，德丽莎大人，这些物品或许散布的范围太广了，一个人找会很耗费时间的。果然，一个人还是太勉强了吗？哎呀，轮到我了。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啊！长光，原来你在这儿。哟，德丽莎女士，还有，这不是琥珀指挥官吗？长光所长。啊！天哪，我错了，饶了我吧！用工作职位相称，果然还是太恐怖了，简直像在开周会一样。那么，长光小姐。我们，琥珀女士，看你们的表情，一定是给我带来了些新鲜的课题吧？我在这儿都快闲死了。针对约束之律者全能的对抗实验，有意思，你们竟然已经预判到这一步了。实验准备在修伯利安附近展开，长光，你也一起来吧，现场人手多一些，我们也更加安心。先等等。哎，等什么？我当然同意和你们一起去，不过我们或许还有些东西没有准备充分。请问是什么？我们需要备一些活化因子 D20。
顾名思义，就是会在生物体内额外激发出崩坏能的毒药。和月皇装甲所用的活化因子差不多吗？要这么说的话，的确差不多，只不过这一种型号更加通用而已。德丽莎女士，约束之律者的全能毕竟非常特殊，尤其是针对您的体质而言。如果实验一旦失控，我们或许反而需要这样的毒药来实施急救。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控制好犹大的力量，这次的实验就会给我自己带来危险？没错，小心驶得万年船，在律者们都不在场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准备一些备用手段比较好。你应该不想让我们唯一有效的急救手段竟然是女武神们的喷射武器，或者那艘修伯利安的主炮吧？我明白了，你说的有道理，但在小镇里真的能找到这种危险的药剂吗？它是制造弑神之枪的副产物，所以在仓库里可能有一些存量，琥珀女士也可以用自己的权限在特殊中单上购买。明白了，我还是试着去准备一份吧。哎呀，轮到我了。从这里到那，那里，让我们开始吧。在室外长时间逗留，做完之后，你明白吗？可以休假了。怎么样，药剂准备好了吗？谨慎一点总没错的。哦，没错，就是这个玩意儿。看来你们已经找到了嘛，那么就没问题了，我也就放心陪你们回去做实验吧。那
那就麻烦崇光你了。小意思啦，反正我这会儿也闲着没事干。没想到那位主教身边的琥珀指挥官居然也会选择这么做，还是说只是因为他也炒了你的鱿鱼？啊，抱歉，我并没有挖苦你的意思，相反我倒是很欣赏你的主观能动性呢，真的挺厉害的。那么长光所长，你又是为什么会选择站在德丽莎大人这一边呢？我没有站在任何一边，我一直都是只求有个能够自由研究的地方就够了，那些权术纷争我可一点都不想搭理。是吗？这样似乎也挺好的。好了，咱俩也别磨蹭了，既然选择要帮，那就要帮到底才好。虽然真正欺负人的坏事，我好像也已经做完了呢。哎呀，轮到我了，让我们开始吧。数据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吧。